鸭肉来桂儿肉被坑，店家道歉，对不起，老板我要点海瓜子，那要不要再点一下鸭肉？鸭肉应该300块不贵吧，好像可以哦。好啊，反正我跟你鹅肉你也分不清楚，嘿嘿嘿嘿嘿。谢谢你的鸭肉来了，谢谢。走，点鸭肉来鹅肉，直到结账才发现，难道这是最新的销售手法吗？结账的那个男生，帮我们说，这不是鸭肉，这是鹅肉哦。这一盘多少？他说600。我有抱怨的就是桃园永安渔港的餐厅，通常这里只卖海鲜，如果想吃鸭肉或鹅肉，只能靠老板口头告知。人家都已经切好了，你要怎么推人家？是菜单没有，是一个大姐引导我们。讲话之间有一些误会到，愿意跟他道歉，我也愿意将那盘鹅肉的钱还给他。哇，开动了！这有一个是今天的午餐。你到底点了什么？一个鸭，一个鹅啊。哪一个是鸭，哪一个是鹅？你活这么大，你认不出来啊？我看不出来。那不然吃吃看好了。好啊。这个是鸭肉，这个是鹅肉，两个摆在一起，你真的分得出来吗？土发中心陈建伟、林云如桃园采访报道。